子，你回来。你是谁？怎么在我家还穿我男朋友的衣服？你就是周伯的女朋友啊？终于见到真人了。张聂，你别吓到三七了，这我好兄弟，最近刚从国外回来，在咱家住几天。你怎么不跟我？谁是你兄弟啊？我可是你爹。哎，买冰淇淋了。哎，不是，你这两天要来姨妈了还吃凉的，到时候你肚子疼我可不管你。谁让你管了？嘿，还跟我俩睡呢、哎、来来，你都给我吃下去。嘿，我来晚了。我们约会他来干嘛？他个单身狗在家没意思，不就多双筷子的事吗？哎，我单身怪谁啊？还不是因为你待在我身边，你也对我负责啊。哎，就你自己每天这德行、哎、明儿开始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吧，还累我。杨总，谢谢您的款待，我们下次见。哎，我们吃这个吧。行。徐三七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里是情侣餐厅，仅限情侣进店用餐。我们俩才是情侣。对不起对不起。哎，有我们爱吃的海鲜，我要吃这个。行啊，那三七，反正你海鲜过敏，你就先打车回去吧。我们一会儿点个这个吧。三七，总监，你还没吃饭？我给你买了你最爱喝的奶茶，知道你喜欢，特意给你买的。谢谢。徐三七，周伯，你尝尝这个，味道不错吧？嗯。还是你懂我。周伯，你太过分了。嫂子，我们在国外都这样，而且我和周伯是好哥们，又不是别人，没想到你会这么便宜。你要不说你是好哥们，我还以为你是小三呢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我们谈恋爱有你什么事儿？那我们谈恋爱有他什么事儿？不是，我们分手吧。三七，你听我解释。你们分手是不是因为他？你还真说对了。我们走。三七，周伯，三七也太过分了，居然当着你的面亲别的男人，还不都是因为你？你怎么能怪我呢？别老是天天缠着我。这儿光线不错，本小姐就坐这儿了，你找别的地儿吧。你谁啊？一副穷酸样。听好了，我身体弱，不能吹空调，以后我说话的时候你们不能说话，我不说话的时候你们也不能说话，听懂了吗？一身名牌不会是关系户吧？以防万一，千万别惹他。租金大小姐。露露，你的拿铁做嘉宾，我给你捏捏肩捶捶背。真幼稚，U盘都能弄丢，下午开会怎么办啊？我这还有备份，咱们把他踢出组，看他下午会议上怎么出丑。还是你厉害，早看他不爽，没有公主命还生公主病。就是U盘哪去了？怎么，你的小跟班去哪儿了？距离会议开始可就不到半小时了，你准备待会上台表演沉默是金？你怎么知道？方案还记得吗？大框架还记得。 OK， 看我的，给。天哪，写的太好了。走吧。等等，这个我穿腻了，送你了。这你可别误会，我是怕你在会议室上邋里邋遢的给我丢人。怎么样，臭美，我刚刚表现也太好了。哎呦，肚子痛，好痛啊。以后别喝冰拿铁了，本来就娇气。谢谢。董事长，陈小姐到了。你是董事长啊？董事加薪有没有兴趣啊？你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？我在家也能玩游戏，你叫我来网吧干嘛？来吧。帅哥，我的天才！走，换个头。啊、怎么办？他好高冷啊！看我的，第一步，投石问路。帅哥，你点的咖啡？我没点啊。两杯起送，谢谢你给我让座。谢谢。他没事。第二招，投其所好。你这什么游戏啊？画面好精致啊，好有意思啊！我这就去下载。第三招，请君入瓮。我看你玩的也不怎么样，操作太简单了，小孩子玩的吧。你干嘛呀？相信我，你好像很不服啊。不服色了？要是我们输了，全场的网费我买单。跟他打，跟他打。
那来呗，加油。耶，赢了。你还挺厉害的。那是，我是你太菜了，走吧。你干嘛呀，我都和他搭上话了。女追男核心要素，把握进退节奏，攻守结合。三二一，美女，要不加个微信。加，反正你单身时间多。最后释放信号，要不一起吃个夜宵。三七，这是阿明。三七你好，你好大明。哦，新朋友，欢迎欢迎，这是我新男友。我闺蜜爱吃醋，你理解一下。哦，走。这件适合你，穿这个。偶尔换换风格也不错，穿这个。他喜欢什么我最清楚。那可不一定，先是我的。都是。我就说你根本都不了解他。你跳的也不怎么样啊。我有点渴。宝贝，喝。谢谢。喝多少？管够。我操！哇，这个娃娃好漂亮。看我的，给。哇，好可爱啊 ！Lucy， 来，都给你。K.O. 你没告诉三七我们去哪吧？这次我们终于可以逛人世界了。走吧，纪念日都要跟我们一起啊？不是说好一三五归你，二四六归我？今天周六。可是，哎，好了，我有办法。你快看，好好玩啊！你们在玩什么？你也试试，很好玩的。好，我试试。看看，我设计的这个虚拟形象真漂亮。你给我等着。有情况，前两天认识一个男生，今天约了一起吃饭。加油，快去快去。Lucy， 三七，好巧啊。哦，对了，给你介绍一下，他是小叔叔。谢谢你给我介绍的女朋友。小叔叔啊。看，这是我男朋友送我的节日礼物。哎，别走啊。敢不敢比一比，看谁的男朋友更爱自己。怎么比？现在拿手机给男朋友发消息，看谁先到。你先来啊。宝宝，我身体好不舒服，我好像发烧了，你能来陪陪我吗？宝宝你等我，我现在打车，20分钟肯定到。看吧，我让你10分钟。你不着急发消息，我不敷面霜啊。怎么认输了？我不说了让你10分钟吗？你男朋友到哪了？马上到。那我开始了。姐妹，我刚认识的小哥哥好帅啊。三二一，真厉害。这个男的是谁啊？真厉害。尝尝我们自己家种的红薯，特别鲜。哎，主管，你也尝尝。干什么，都是土，弄脏我衣服你赔得起吗？我只是实习生，不好好工作，只想拿几块红薯讨好我啊。我也是穷乡僻壤出来的，就喜欢搞小动作。主管，现在只是带老家特产给同事们分，没必要说得这么过分吧。徐三七，你很爱打抱不平是吧？我记住你了。谢谢你啊。没事，你下班之前把这个项目的策划案交上来。还有5分钟就下班了。我是主管，我还没下班，你下什么班？让你写就写。哎，你三七，你通宵啊？要不是帮我说话，你也不会被针对在这里通宵写方案。没事了，徐三七，策划案写完了吗？给。这种垃圾也敢拿来糊弄我？我算了，看你油光满面的样子，上去汇报也是给公司丢人，还是我来吧。我看他就是想要你的策划吧。你怎么还给我买礼物啊？实习生工资那么低。哦，这不是感谢你帮了我吗？哎呀，你快去收拾一下，拿回你的策划吧。你来做什么？我来拿回我的策划。你还好意思说？你这份策划漏洞百出，还好新总裁没有看见，不然公司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，你被开除了。慢着，我看谁敢开除我的人。实习生，我就是你说的穷乡僻壤出来的新总裁。什么？仗势欺人，霸凌同事，你被开除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是业务主管了。